看到了，就是我都准备了，可以去的。实际我会去接卡，然后给他，对吧？他打工嘛，可是我留下就是要，对吧？那你这种属于是有点属于那个，大概二十，就是那时候天气也是比较清楚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大家的状态。说随意也其实。我们这台看起来就好像差好多。对，泡泡不有了还是不有？有昨天播了三上去嘛？对，小朋友的。刚刚那个是我们的白海豹。那你可以买，有一台还不会错耶。不要跟我合。对啊，怎么就觉得万卷不错，真的还不错。那个啊，女朋友机，那个我觉得我看人家看，因为我们这比较贵，我们这要两三万。对的。对，可是他那比较便宜，我们这比较贵。我们这是 Olympus 比较贵，他那个我觉得价位蛮合理的，都很蛮好用。这一台用这一台是比较不会舍不得吧，因为要施工会脏。那如果你想要放在往那个部落格啊，他们它有一些景深效果还不错。嗯，谢谢。